你们好，我是耶比。那我目前的工作呢是专职的修哥或者是 model。那我平常的兴趣呢，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去吃下午茶，或者是去看电影。我最常呢跟我们家的猫玩，我们家的猫叫黑糖，你看它可不可爱？你看好萌哦！可是它已经绝招了，最喜欢跟它玩了。看，这些就是我最爱吃的零食哦。我平常最喜欢吃东西，吃甜食啊，还有零食。然后我1月的话有去日本，就抢到了大家最喜欢的薯条三兄弟，我可是买了7盒回来，可是现在剩1盒。然后这个是限定版的牛奶熊猫，很像熊猫，很可爱。那这个是香草口味，而且是冬季限定哦，所以我最喜欢限定版的零食，买回来不一定会吃，但是买了就很开心。又是限定版，你看现在草莓的季节啊，最喜欢吃巧克力了，还有草莓。这个是海苔，去泰国一定要买的海苔，而且这是超辣、超刷嘴的，每次看日剧就不知不觉把一包吃完了，超好吃的。对于未来的规划呢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甜食或者一些小点心，所以希望呢未来可以开一点点心或者是甜点的店。那如果有开的话，一定第一个跟你们说哦。